海出道以来一直是许多少女的偶像，其中吴尊的风头最健，但人气位居第二的汪东城也拥有不少死忠的粉丝，不论走到哪里都有粉丝跟随在左右。而大东也很有自己一套方法，对包车追星的歌迷直接摇下车窗聊天，展现亲民作风。忙碌的工作加上无时无刻又有歌迷们追随，大东忙归忙，却也不忘谈谈恋爱。几次玩乐身旁不时有辣妹相陪，甚至本期周刊还拍到大东单独进入女生住处。尽管陈和瑞莎及王心凌等人传出绯闻，也公开表示高中时曾爱慕杨景华，但这次拍到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与一向在偶像剧中饰演单纯邻家男孩相比，形象实在差很多。汪东城经纪人也回应两人关系非常好，多年的朋友呀，因为他没有带钥匙，所以就是玩得比较晚，玩得晚却还是不避嫌到女生家休息。大东当天似乎少了艺人的自觉，对于大东很有女人缘，经纪人也不否认。我觉得做艺人的、不管什么样的缘都要很好、所以一定的。一电视整理报道。